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哦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幸运江一的江一，我是基尼。今天呢，江一和基尼一起驾车来到了活生生的 3D 博物馆，听说可以在里面照非常独特有趣的照片哦，是不是很期待啊？咔嚓咔嚓，基尼做好准备了吗？咔嚓咔嚓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Go go， 呀吼，呀吼，呀吼。大家，大家看，这里就是活生生 3D 博物馆的内部了。江一和基尼现在就进去看一下，出发！出发！哇，这里有好多房子啊！哇，这些房子都是住宅吗？感觉好像走在欧洲的街道上。江一，你没有去过欧洲吧？也是啊。握手好吧，吉尼，你只能跟他握手啊。知道了，摇。不可以的，不行， no. 还是我来吧，让我来帮你吧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个宝宝采了这么多花，然后手上握着一个帽子摇，尖顶帽。哦，啊，江一坐上来吧。江一，哦，老。江一的头太大，戴不了喽。才不是呢，不是因为江一头，是个子太高。朋友们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哟呼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脸竟然是个窗帘。哇！是这样站着的吗？救救吉尼吧！自己走出来。好。是亲哥哥。哦，等等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站在这里看的话呢，这条道很长，但是走过去一看，它这道没有。哇！视频里能看出来吗？真的好神奇！以为这条路是非常长的，真的看起来非常远。哒咚！呜！哇，是橘子。嗯。哦，等等，呀！朋友们，这个真的很神奇。看哦，像这个正面看的话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脸而已。但是你们看，自己的手可以伸进去。朋友们，还有更神奇的事情，看他的视线一直在跟着江一，现在也在盯着江一看。江一要是在这边呢，视线会跟着江一移动。还看。这里挂着很多著名的画哦，是吹笛的男孩。哦，怎么了？吓我一跳！哦天哪，我什么都没碰。大赞！我真的什么都没碰啊！图片竟然在动啊！站在这里的话，啊哈，哦，就会自动动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哇，好神奇哦！这幅画是弹钢琴吗？试试看。啊！哦，吓我一跳！天哪！真的弹钢琴了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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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哦呀！哇，天哪，画竟然在动哦！真的好神奇哦！右边的图吹的话呢，纱巾就会往这边移动。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朋友们，你们看，那边左边的图吹的话往右边移动。哇，好神奇哦！哇，好像真的在森林里面。就是摇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天哪，看不到底。讲义石头剪刀布，说的人在上面跳十遍怎么样？在上面跳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跳十遍。我都不敢站在上面呢。跳十遍能。来，真的，来，我帮你。等等，快点，抓住我。好了，要跳十遍了，准备。
怎么跳起来？是变龙开始。我晃了，真的晃了。开始，一个，再高点。让你跳那么低，没意思，不跟你玩了。Hello！ 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呀！好像是个宫殿。宫殿？哦，这里是干什么地方？难道能看音乐剧？不知道。哦，关灯了。怎么关灯了？哦。哇。哦。什么？好像是乐器。什么？这是乐器？这里是办舞会的地方啊！一起跳舞吧！你玩吧，我走啦。朋友们，金妮和江妮刚才跳舞的地方呢，其实它不是看音乐剧的地方，也不是宫殿，它是个乐器哟，是不是很神奇呀？看，正中间有一个口琴，还有鼓，还有一个大木琴，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乐器组合在一起的作品，听说这个价值大概是200万人民币。不能破坏了，很贵啊。还有化妆台，好好摇，真的很新颖。哦，好美啊！哇，真的好漂亮哦！是玫瑰花，是金妮喜欢的。是 LED 玫瑰花灯，一闪一闪的，真好看。这个白玫瑰也好漂亮啊！哇！咔嚓！朋友们，约好跟江一见面的，都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还不来，没办法了，吉妮先走了哟。佳佳，吉妮，佳佳，你等等啊！佳佳，啊！吉妮，等等我，一起走。朋友们，吉妮是不是看起来很高？江一是不是变成小矮人了？江一就是小矮人的样子哟。哦，对不起，吉妮闪开！啊！今天江一和吉妮一起来到了非常好玩的活生生 3D 博物馆，玩得非常开心，拍了很多照片。朋友们怎么样？看得开心吗？看得开心吗？那江一和吉妮以后还会带朋友们去更多有趣的地方哦，朋友们。拜拜。